起来说，我们都没有什么商机，你以他的借口哈，一点他那，依照那个那台湾是一台湾嘛哈，爱情口才哈，那是借口哈，一定来告上，他妈不能哈，有没得一起讲哈？所以讲哈，我为什么讲这些话，就是讲哈，别人来，但是你要自己，十二年来，你知道一个有自己。对国家来讲是一个锁国政策，对中市民来讲是一个锁市政策哈。啊，也使讲吼，大家在拼啥？拼意识形态，大家在拼啥？拢在拼选举哈。啊，对国人，啊，你敢有公平？所以这些吼，我希望讲吼，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，绝对不要再被民进党的意识形态作祟哈，阻挠我们整个台湾的建设，阻挠我们台湾经济的发展，真的非常非常的不耻，非常非常的要得。所以在这里哈，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好朋友哈，请对台湾以来、高雄以来，我希望我们朝着一个开放的一个社会，朝着一个经济自由发展的社会哈。起码世界国家都有区域联盟，包括欧盟的地门，包括北美自由贸易组织的地门，最近又有东协的地门，东协哈啊，东南亚的国家，以及嘛之间都是零关税的哈啊，一零加二七，东协加一就是加谁呢？就是加大陆，哥伦比亚。对咱来讲，个人顶尖上个厉害，就是韩国加日本，又要东协加三哦，就是加大陆、日本跟韩国，啊，一只因为主要时间啊，我们印度做说明哈，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好哈，就是讲我们这些所有自由贸易而且区块哈，他们的关税几乎都是。零关税哈，如果我们不加入这种组织哈，就是说，咱台湾商品去到这几个国家哈，拢爱关税，啊，咧关税拢爱加偌济，高趴、至整趴，我刚刚讲者哈，就一百块物件，咱台湾如果无参加这个组织，无参加未来我们推动的这个计划，我们进去大陆，咱的成本爱加高趴、至整。整趴，就是讲一百块，买个台中的电脑吼，当然要加，包括一部电脑，你来加你的电脑，因拢是一百块的成本，结果咱台湾好些，一百公交票109块，甚至到112，所以一家我们为什么非常担忧，我们台湾会变的话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取得公平、公正、自由的贸易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推案。推动我们两岸经济这种协议的架构，所以这样好，我拜托咱所有咱家好，都是来自我们中间分子好，不管任何一个企业主，还是我们任何社团的一份子好，我希望讲好，由你们啊来带动我们整个所有高雄的经济，带动。我们台湾的经济哈，我一家特别拜托你哈。那最后哈，一家哈，在场哈，代表各位市议会哈，感谢各位哈，百万之中来参加今来日的说明会哈。那一家特别感谢，多谢各位，感谢，谢谢。那么我们从中医长的报告里面哈。跟大家问候，那么他也让我们大家能够很虔诚的了解，也很深入的了解我们高雄市的地位、台湾的未来哦，特别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发展。那么今晚是要跟大家啊，未来聆听哦，我们吴敦义院长未来为我们大家带来对于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，我们简称叫 APEC 哦，我们政府政策说明。那么我们未来我们台湾还有中华民国的走向哦，最重要的时刻。南城哦，我们热烈的欢迎。